感恩南无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，师父你辛苦了。嗯，我是51年的兔，今年四月下旬做了胃癌手术，切除80%，现在医生说不需要化疗了，请师父开示一下，下一步治疗该怎么做？从生理上来讲，我现在看到你真的，这个切掉太多了，明白了吧？其实你应该最多切掉60就可以了，但医生给你保守了，切得太多了，所以你现在肠胃经常酸，胃酸，吃东西不能吃。所以你第一，从生理上来讲，你要保持自己的饮食，明白了吗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不要吃太多，好吧？第二呢，从目前来看呢，啊，你的肠胃也没什么大问题，应该那个癌症那个地方已经被它拿掉了。但是我希望你还是吃全素。我是吃全素。是吧？嗯，还有要注意，还有一个小孩子，你还是要把它超度掉。好的。一个打胎的孩子在腰上，哦，所以你这次手术之后，你的腰很酸。一直很酸很痛，是是，嗯，而且这次手术虽然是比较成功，但是你的心脏不是太好，对对，现在闷得不得了，对。你要特别注意，有一个男的，这个男的呢，可能你欠他情吧，我想。啊，我也不客气了，这你一个人来的吧？我一个人来。一个人来的就是有一个男的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老公，也不知道是你过去的男朋友，在你身上眉毛特别浓，往上跑的。啊，那是我的先生。先生是吧？那你欠他蛮多的，他在你身上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嗯，帮他多念点经吧，化解化解吧。要念多少小房子？先念86章。嗯，好的，好吧，好的。他的脾气非常急，不太好，对，非常不好。但是呢，你欠他很多，上辈子的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你好几次跟他吵架，骂得很凶，天上有人管了，所以对他进行过很多惩罚，大的惩罚有3次。一次是受骗，2次是身体。我讲的对不对？好的，好的，明白了。现在知道了吗？你赶快帮他消掉吧。好的，好的。那我现在那个就是胃的这个小方子还要念多少？先念160吧。好的，好吧，好的，你要吃好的藕粉。哦，好的，好吧，谢谢，你要吃藕粉，谢谢。你不要怕，要基本以流质为主了。好的，谢谢。喝粥啊，面条啊这种，好吧，谢谢，谢谢。米饭少吃一点了。把这两个灵性弄掉之后，就好很多。还有你在家里啊。你家里那个红木床啊，就是一个像紫檀木一样红深颜色的一个床啊，那个下面有灵性，你应该经常听到声音的。我睡的床是白色的，哎，但是可能是要么我女儿睡的房间。哎，下面床的下面有声音，啊，你仔细听听看。好的。好吧，你一定要晚上开那个大悲咒。啊，我一直开着。好吧。嗯，好的。嗯。单人床，对，单人床，对的。放生还有多少？家里还是蛮漂亮的。嗯，放生是吧？几几年属什么？51年兔。放生2300条。谢谢。好吧。谢谢。你这个人要想通一点的，
你当中得过忧郁症，你知道吗？对对。而且你的泌尿系统也不好，好像一直要小便。对，尿频尿急。嗯。就是最近做了手术以后就一直这样。我就跟你讲了。因为你要知道做这么大的手术把你的很多经络血管全部割断了嘛，所以你必须要靠自己的内功。内功是什么呢？就是自己要多念心经。好的，明白了吗？好的，让它疏通，要想通。好的，跟精神一样，精神想得通身体才会通，精神想不通还是你有问题。谢谢。因为你一辈子都觉得人家很多人欠了你的，你从今天开始师父告诉你，你还人家来的，你该还的也还了差不多了，所以你不能再去想了。好的，谢谢。 你再想的话你会有问题的啊。好的好的。好吧，好的好的。我现在身上还有多少业障？蛮多的，36。明白。明白吗？明白明白。因为你过去的口业，嘴巴太厉害了，明白吗？想说就说，想骂就骂，想讲就讲啊，哪有这种啊？明白了吗？就是太直了。哎呦，还找个理由，太直了，骂人的人都叫太直了，可以骂不啦？可以讲不啦？明白了吗？明白明白。好了。好的。其他没什么大问题，喉咙这里要保护好，咽喉和颈椎。好的好的。有小灵性，过去吃的海鲜。对对对，吃了太多，你吃螃蟹，对，对大闸蟹，对，鼓掌。好吧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其他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掉头发。啊，我头发全部没了。啊，很厉害的。嗯，就是做了一次化疗。我跟你讲，你要注意。好吧，嗯，好的。你这条命我现在讲给你听，菩萨保佑的。谢谢。感恩师父。你还要我再多讲你一句吗？可以。你是不是很喜欢看宫廷剧啊？喜欢不喜欢？喜欢的。啊，你知道你过去，我刚刚看到你在过去在皇宫里边有个职位啊。是。长得挺漂亮的。还拿个浮尘呢，皇宫里边的，我不知道是男的女的，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，听得懂。哎，好好的保持自己这段善缘。谢谢，好吧，谢谢，谢谢。嗯，做了不少好事，谢谢。好吧。学了佛对我帮助很大，对，感恩感恩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你不学佛早就死死好几次了。听得懂吗？就是忧郁症也是很那个，要自杀会吃药。啊、对，我告诉你，一定要好好的感恩观世音菩萨，什么都不要想了。对啊，命是最重要的。如果你命都没有，你还有什么？对，感恩。什么都不要再去想了，想开想通了，过去什么烂事啊，早就忘了，啊，像一缕青烟一样，对不对啊？不要又见炊烟了。好啦，好的，好的，谢谢师父，好吧，谢谢，开心一点啊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